为着迎接春节的来到，由嘉义市长吴秉辉率领市府团队以及嘉义市工业会、嘉义市商业会、嘉义市职业总工会、嘉义市青客服务协会、中塔社，佮有嘉义县市军人服务站等等社会各界的代表，到陆军南市中心探视以及慰问学内驻地的官兵，并递赠慰问金以及礼品，气氛愉快。年节将要来到，嘉义市长吴秉辉率领市府团队、嘉义市工业会、嘉义市商业会等单位，特别前往陆军南侧中心。市长吴秉辉表示，国军在任何时刻拢在保卫国家，尤其在春节来临时，因也是爱坚守本分，因此特别来到中心慰问国家英雄，也祝福国军新春快乐。春节到了，每一家大家都在准备过年，但是有让我们更感动，就是我们国军，无论什么时候、任何时刻、任何地点，都有我们国军守护国家的安全。尤其在春节的时候，家家团圆，国军弟兄们他们却一直都在坚守岗位。所以我今天特别代表嘉义市的市民，还有我们嘉义市带着嘉义市各界一起到南侧中心。我想我们陆军南侧中心在这个地方，我们把相关的单位我们也聚在这里，那由我们嘉义市各界代表，包括工业会、商业会，还有职业总工会、总工会，还有清溪妇女协会，还有就是很用心的从他社，那我想他们的用心，我们各界一起代表过来这里，我们要祝福我们国军弟兄们大家新春愉快。今年春节闹军活动，市长吴秉辉甲各界代表递赠慰问金，和该后备指挥部等单位。在春节即将来临前，该市长甲社会各界表达对国军的感谢甲支持，希望这份军爱民民敬军的爱，会使传达到每一位国军弟兄的心中。新闻台民间采访报道。